天要揭晓的入围第一个奖项是最佳动画片，入围的有《可爱》《金鱼》《黄苦瓜》《当一个人》《隐匿的方寸空间》，恭喜上入围者。接着要揭晓的是《冬日阳光》《老人与狗》《肇事者逃逸》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好，那接下来要揭晓的是最佳纪录片，入围的有《模样》《你的脸》《前进》，还有一些树《覆巢》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艺术贡献奖，入围的有动作设计洪世浩，人面鱼红衣小女孩外传，特效化妆萧百成、刘显佳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接下来要揭晓的是最佳视觉效果奖，入围的有人面鱼红衣小女孩外传李昭化、叶仁豪，邯郸郭嘉佑、何燕仪、杨玉宪、黄汉琪，去年火车经过的时候黄邦权，狂徒梦想动画切小金家的旅馆严正清，恭喜上入围者。最奖入围的有老大人李天爵、廖文玲，切小金家的旅馆郭布，当一个人黄云贤，幸福城市廖燕州、廖建安，邯郸霍达华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接下来是最佳造型设计奖，入围的有大鳄王玉文、老大人李宇凡、纽约深夜之亚洲人之秘密生活杜汪颖、邯郸高嘉玲、万芷蓉、切小金家的旅馆陈一，恭喜上入围者。最佳声音设计奖，邯郸杜笃之、江怡珍，幸福城市杜笃之、江连珍，当一个人陈经纬、Carlos Rodriguez， 还有一些树黄年勇、老大人蔡汉生、好多声音钟胜君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接下来是最佳配乐奖，入围的有野雀之师黄瑜君、你的脸坂本龙一、去年火车经过的时候林强、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陈建奇、罗恩宁，还有一些树红叶生，恭喜上入围者。最佳剪辑奖，你的脸张中元、老大人陈晓东、人面鱼红衣小女孩外传谢梦如、覆巢郑慧玲、切小金家的旅馆邝志良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接下来是最佳摄影奖，入围的有幸福城市Jean-Louis Vialat， 还有孙继明、邯郸王兆仲、Eon Dreams， 还有老大人周以文、狂徒陈克勤、陈志轩、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关本良、郑智仁，恭喜上入围者。最佳编剧奖，老大人林文正、切小金家的旅馆林冠慧、三天两夜林浩普、傻傻爱你傻傻爱我徐玉婷、吴俊佑、李婉容、邯郸黄朝亮、黄淑云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接下来是最佳新演员奖，入围的有王可元、三天两夜李梦已化、切小金家的旅馆林赫轩、大鳄蔡佳
音，幸福城市谢张颖，恭喜上入围。最佳男配角奖，狂徒李明忠，切小金家的旅馆林鹤轩，幸福城市高杰，老大人喜祥，野雀之师尤安顺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接下来最佳女配角奖入围的有幸福城市丁宁，邯郸小薰黄静怡，野雀之师陈淑芳，邯郸陆玉静，老大人黄家谦，恭喜上入围者。最佳男主角奖，老大人小户斗，幸福城市李红旗，老人与狗车保罗，柯峰村喜祥，邯郸郑仁硕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接下来是最佳女主角奖，入围的有野雀之师李易杰，人面鱼红衣小女孩外传徐若瑄，傻傻爱你傻傻爱我郭书瑶，情色小说黄彩怡，带妈妈出去玩刘颖商，恭喜上入围者。入围的有幸福城市何蔚婷，切小金家的旅馆林冠慧，老大人洪博豪，邯郸黄朝亮，你的脸蔡明亮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一个奖项，最佳剧情长片奖，入围的有三天两夜，切小金家的旅馆，老大人，幸福城市，邯郸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谢谢刘冠廷跟施可芳，也恭喜现场的大二跟